上是看主播。28K 是怎样？对啊，就是至少你说实在，刚开始我给他看，我看那个他那个数字跳，我就想说10万，那还 OK。突然我只是揉个眼睛变120。熊仔轩宝，下午好，你们吃饱了吗？还没吃哦，要赶快吃啊！早安，晚上好。哎，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。哎，肥肥，你又来了。肥肥，你是下班了吗？肥肥，肥肥，你好像第一次看到我用娃娃，哎，对不对？还在上班？这么晚了，你还在上班？第一次看我用娃娃哈。欢迎佩佩，要按是什么东西呀？要按，佩佩早安，上到11点哦，好辛苦啊！要按，我第一次听到，我第一次听到跟人家那个问候是要按。那我现在要放个那个什么，哎呀，我另外一只手机嘞，那顺便放个音乐吧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哦，准备是8点下班，准备是11点，啊，另外一个佩佩是刚下班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养的宠物哦，我在卖。肥肥，这个我在卖，看起来好好吃。你是要吃这个还是吃上面这个？脚啊要洗澡，树啊要洗澡吗？不用哦，不用。不用洗澡，不用洗澡。娃娃，喂，这个娃娃是宠物不能吃的啦。小娃会跳舞吗？不会。看了肚子好饿哦啊！那个肥肥，你可能要赶快去吃个东西，你可能血糖变低了。我现在要来喂食了。这个这么可爱，谢谢轩宝的爱心，收到了。来吧，如果你们要吃蛙的话。我的手让你们吃，让你们啃吧，来吧，只能用吸吮的方式哈，不要用牙齿咬。外食秀，对，还没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好不好，如果肚子饿的话，饶过娃娃了。我的手让你们吸吮一下。要不要来一点点音乐？音乐，各位觉得要不要来一点点音乐？因为我另外一只手机，呢，我在这边呢，要放音乐的。可能不是很清楚啊，吸不下去，可以啦，手可以吸啊，看你要哪一根啊，选一下哪一根啊，好不好？看哪一根要吸啊。欸，不要太用力，会痛哦，是会痛的嘿。我放完音乐，咱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这边，不要跳出去，这里，嘿嘿嘿。
这样可以听得到音乐吗？你们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可以听得到音乐吗？谢谢肥肥的点赞，还有佩佩的点赞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轩宝。哎，不对，哎。树蛙好养吗？好养，做个功课，蛮好照顾。只是树蛙们必须要吃活体，有的女生不喜欢就会害怕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！喂，石秀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各位有在直播频道看过娃娃喂石秀吗？Thank you， 谢谢。没有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喂石秀给各位看了。我分享一下嘿。各位如果想要让你的朋友来看那个Oh my God！ 哦哦，我镜头应该再放低一点才对哦。我看一下用什么东西嘿。哎呦！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叫荆棘柠檬。像他刚刚吃这样子，有吃就好了哈，不能喂食太多，喂食太多会撑死。肥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？为什么要到十一点才下班啊？
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哦。树啊，可以这样子装着养吗？不行，不行哦。OK， 佩佩你先忙哈。哎，猪猪你来了，我的虾皮商店都还在啊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卖呢？还是有卖啊，只是冬天我不带打老蛙，所以就没有再播。不吃哦，因为现在天气蛙的那个食欲比较小，是正常的。它也有可能紧张压迫哦，当然也有可能饵料它不喜欢啊。或者你可以用半强迫的方式，半强迫，各位不是强迫他一定要吃。摸摸他的那个牙齿旁边，恩，我看到你了，不要洗屏哦。啊。这一次他不想吃东西，那我们把他抓回去。溥仪晚上好，对，有可能不饿啊哈。哎，面面你来了呢。哦，拉拉又来了，你又要拉了是不是？拉拉你最不喜欢的嘞，拉拉你会怕的啾啾，你敢看吗？英语你终于来了。拉完了。拉完了，这是中角蛙。哎，这个是高够力。哎，这一只不是比较饿，这一只本来就比较好喂食，吃饲料。所有的蛙都吃一样的，偶尔要换个口味啊。这样看更清楚哦。哎，老师你怎么进来？他的饲料好像你做的蛋糕。喂，差那么多，是欧拉拉的吧？谢谢老师的爱心。
哦，好久没有播喂食秀，谢谢老师的爱心18个。如果你有朋友也是在养角蛙的，喜欢宠物的，还是喜欢看喂食秀的朋友，可以分享让他看一下哦。现在这个天气哦，还是算冬天哦，所以喂食不要太多。怎么怪你？事实，事实好不好？对，回复一下张文怡哦，那个蛙在吞食食物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，2到3分钟。角蛙蛙宝它没有咀嚼的能力，它只能用吞的。啊，最后吞咽的时候，它的眼睛会闭起来，它眼睛会闭起来，原则上应该会闭2次啊。哎，跳老蛙啦！我有养蛙，我自己本身有养蛙。我待会还在想要不要把它叫醒。再来换另外一只，好不好？康熙西瓜，这个是草莓角蛙，身上那个是水苔哈，身上那个是水苔。Hello，welcome。嗯，他闭眼睛哎，它咬一下之后，这个食物你可以再动一下，动一下，让它以为是活体啊！各位，你这样晃晃晃，它以为是活体，它就越咬越紧。有没有看到？越咬越紧，它就更想要把食物吞进去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粉红色的，粉红色是招桃花的啊，有很多女生都喜欢粉红色的角蛙啊，那个。黄金角蛙是招财的，哦，像刚刚这个，像刚刚这个黄金角蛙就招财的，有做事业的哈，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类似业务啊，像安哥这样在做直播的，养一只招财的宠物应该还不错，会有好运气哦。安哥，你的手指也很像活体，喂！我已经被咬好几次了，好不好？还要我的手被咬？角蛙吃东西都用吞的啊，各位，角蛙吃东西都是用吞的哈，所以它身体会收缩啊，慢慢吞哈。啊，两只手会把食物往前推。两只手会把食物往前推，它这样比较好吞咽下去。哦，你各位现在都可以看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像这样子，
晃一下晃一下，让他感觉到这个活体哦，就是他咬到了活体，可能要逃走。那他咬得越紧，咬得越紧之后，更能协助他吞咽的动作。但是他在咬的时候也不要一直动太久，不然他搞不好没有耐性，牙齿还咬得不够用力，就有可能松掉了。对，又挖，要有点耐性啊。我跟各位讲，我现在冬天这个蛙已经两个礼拜没吃了。像这个血血啊，这个饲料的部分啊，这种残渣你就得把它拿起来，再放到那个你原本的饲料那边哦，不要浪费，因为这个揉一揉还可以变成一团。你看他刚挖刚咬这一颗已经超过两分钟了吧。对，他慢慢吞咽。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说，可以问了。脚蛙。蓝莓角蛙，不可以群养哎。那是因为我现在拍这个，所以我才给各位看他慢慢吞咽的动作，不然我的速度很快，喂完一只就换下一只了。因为他们这个吞咽的时间有的快有的慢，当然跟你给的饵料大小也有关系啊。我们换下一只好了，我让它慢慢吞。
这只也是中脚，小 baby 而已啊。对，饲料软一点会比较好吞，没错。哦，它跳起来还会往后退。啊，嘴巴张开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？我跟各位说哈，有可能这个饵料，有可能这个饵料它的味道不习惯，哦，味道不习惯，所以它就没有想要吃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一只蛙肚子饿了啦。所以蛙也会挑食，各位不要觉得说你 买一个饲料就可以，你看它有咬了，你看咬掉一点点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它 吐出来了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它吐出来了，那表示这个饲料它不喜欢啊，这个食物它不喜欢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有的蛙不吃会吐出来，不一定每一只蛙都会喜欢同一个饵料的东西，知道吗？那你像他这样子的话怎么办？你已经有用这里都是饲料了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一只你就 得个别用其他的食物喂食它，好不好？例如小鱼啊，或者是昆虫、蟑螂之类的，还是蟋蟀。哦，像这个我们就要个别把它放起来。擦一下，我们再换这一只好不好？我们再换这一只，这是第二只哈。蜘蛛哦，会有什么都吃的，脚蛙只要大只的话，能吞进去的什么都吃啊。会哦，只要任何会动的东西经过蛙的旁边都会咬来吃啊。小心，晚上好。你看这一只的体型很小啊，你看你那个饲料弄那么大，不是这整根饲料都给它吃嘿，各位，你的蛙有吃就好了，不然你吃太多它会撑死啊。你不要越喂越爽，我现在让它咬一小口，就先让它吞咽，先让它吞咽它刚刚咬的食那个什么饵料。它咬一小口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有咬到了。其实一般水族馆的，我只能说照顾比较没有那么细心了。
他应该还没吞咽。黄远素啊，现在卖完喽。各位如果可要想要收藏那个挖宝，因为他闭眼睛的，你看，你想要收藏挖宝的，可以到那个虾皮哈、哦、搜寻挖宝去，那个就是安哥的平台啊、哦。好久没有喂蛙了哈、哦，他的嘴巴在抖了。这样就在试试看他还有没有想要吃的意愿，有啊。有时候 冬天的挖宝，他们的活动力本来就不是很强啊。哎呦，咬住了！你要跳去哪里呀、啊？角蛙喂石秀，当然之前。我大概都是在春夏的时候喂食角蛙的那个直播会比较多一点，冬天的话因为天气的关系不大想要打扰蛙，所以我就比较少直播，比较少直播蛙的部分了。各位帮我刷刷爱心好不好，我们冲一下 15K 或 20K 可以吗？冲一下 15K 或 20K 刷刷爱心哦，刷一下，刷一下荧幕，点点荧幕哈，点点荧幕，刷一下，刷一下。个性家族小云，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你。我们冲一下15K 或者是20K 的赞，好不好？哦，像这个。他待会就会慢慢吞咽了哈，我们先让他回来，不要去打扰他。有时候蛙在吞食物的时候，就不要去打扰他了，除非他非常的难伺候。我擦一下，残饵的部分，这些东西都要整理干净，我们再喂下一只啊。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黄金角蛙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叫皮卡丘了，好不好？荆棘柠檬哈、哦，这个也可以叫荆棘柠檬，很可爱吧？胖胖圆圆的，你看，哈哈。角蛙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蛙类哈，角蛙的嘴巴是最大的。我现在这个动作哈，就是在诱食它，各位知道吗？诱食，有的很多玩家哈，都喜欢夹着食物哈，看着网络的，就直接把食物用到蛙面前。他还没有熟悉你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粗鲁的动作。怎么说呢？他挖这么小只，你的人这么大，我跟你讲，挖看到你就跟看到鬼一样，好不好？他也是会怕你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喂食蛙之前哦，要培养一下感情。你小小的这种食物哈，在他面前晃，看他有没有想要吃东西的欲望。
因为蛙它本身就是守株待兔型的，它不会去追着食物到处跑，而且它是静态的动物啊，各位，它是静态的动物，它也不太适合动不动就拿在手上玩，知道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它宁可坐在那边有动的食物，它宁可张开嘴巴咬，它也不要想要去追啊。甜甜，我跟蛙哦有非常深的感情，可能已经好几世了，好几世世了。像这个高过滤，我不大喜欢用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它都会闪掉。钳子，钳子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味道喜欢了。咬下去了，各位没看到？整个咬掉了啦！哎呀，吃掉了，你看吃掉一大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哈喂蛙的小技巧。刚收到蛙的时候，不要就想要拿食物在它嘴巴这样子弄，不要，慢慢的引诱它。蛙听得懂安哥说话吗？听得懂啊，当然听得懂啊，怎么可能听不懂？如果各位没有看过喂食角蛙的直播，今天应该是今年啦，不要说今天啦，应该是今年我第一次开播喂食角蛙秀。第一次喂食角蛙秀齁。那他现在嘴巴有没有？他现在嘴巴现在还是含着食物。你还要等个大概一分钟左右，它会吞食食物，啊，眼睛会闭起来。这只原则上应该没问题的，我们先让它回去休息了。我要回去休息了，这荆棘柠檬。靠腰，离着一个我，离着一个歌叫《坚持》呀。音乐变了，饲养树啊，不能太闷。我再拿一只嘿。这只有点干，我到时候要去用水。这一只看一下，这一只应该可以啊。语助词啊。哇，这只在睡觉啊，他眼睛没睁开啊，哈哈哈，这只在冬眠啊，这只在冬眠啊，眼睛都没睁开啊。那这只他不会吃，我到时候把它，他没有眼睛睁开，你看到他在冬眠啊，我到时候把它唤醒的时候再重新喂。有另外一只有张开眼睛了。哒哒哒哒，叫起来它也不会马上吃啊，而且叫起来马上吃，有可能菜汁来的疑虑。喂，你好了没？你醒了吗？
先等一下哦。会呢，会呢，这只要吃嘞，会呢。哎，这个是四张凶吗？你不会骂他困啥？没晒啦，蛙有他自己的那个什么正常的生理时间呢、啊？哎呦哎呦哦，吹多呢，开口蛙吃。嘎吉去，来，哦，吞你啊，吞你啊！那 啊、像这个蚕耳的话，哦，这个饲料就要把它放旁边了。通常这样子喂食，这样子一颗也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吃太多，各位记得不要吃太多，不然有可能会撑死。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了。哦，你看他刚刚吞的时候闭眼睛了。如果你要喂食这样子的量，其实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与其他有吃可以消化，会比喂食太多撑死来得好哦，各位知道吗？注意看他右手，他在出牌了。陈，欢迎你，陈，欢迎你，四张兄，你的蛙，有问题，饲料有健康。哦，这只蛙这样原则上就可以了哈，你就用手这样拍拍它的屁股，让它自己上来。哦，好，OK，这只就可以了，没有。四张兄弟的娃娃无弄好啊，啊，敢有可能拢已经去拢淘汰伊啊？啊，喂完之后吼，这个要擦一下。哦，了解。我们再换下一只吼，这一只也是金桔柠檬哦。你的蛙照顾得越肥越好，越有福气啊！哈，当天来住我老婆家，就买了两栋别墅给她住。哦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有看到，真熟悉，足熟悉。蛙也会啊，蛙也是一样会啊。哦，各位有说到蛙的时候，哦，就用这样子诱食的方式，滚到他面前，看他有没有吃东西的欲望。哦，你看，也袂输那一个公仔袂叮当有啊。放屁是怎样哦？跟你一样啊，甜甜。好，我这个动作就是在磨它的那个嘴角。哦，过来挖苦嘞，过来挖苦嘞，哎呦！注意看他的右手，又要出牌了。你看。高过滤的饲料就是这么麻烦，那都会散掉。那这只没有想要开口的欲望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像这样子的挖宝哦，我们就不要勉强它。跟你的粉状饲料混起来吃超方便的，没错。
像这样子的挖宝就不要勉强他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没有想要吃东西的欲望，你就可以再过个几天啊，环境还是得整理哦。过个几天再试试看。我吃哦，我吃饱了呢。野兽还是你要吃，我可以让你吃的，好不好？你想要吃饲料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吃，而且我还可以喂你吃，好不好 ？OK。你也可以当零食吃啊。我这只怎么那么肥？哦，这脚够肥的啦，肥干呢，肥足足。哦，这只是气球，这只是气球嘞。然后就饲料弄到了，应该就叫个补耶。红叶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。这只为什么那么胖啊？我先把上面它身上的那个水胎拿掉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。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说哈，请说。哎呦，他懒得理你哦。其实从你刚刚讲的那一刻完之后，在后面点点点，还有打了这句话，我也开始懒得理你了。哎呦，尿尿了，他尿尿了，你看这里有水出来了，他在喷尿了，有没有肚子？有没有？你看呢？喷尿了，喷尿了，喷尿了，他把身上的水分都挤出来了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肚子消下去了，肚子消下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呜，肚子消下去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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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水，肚子里面的水都没了，消下去了，它消下去了。哎呦，哦。像这个水的部分哦，它刚弄出来的水，就把它吸一下。肚子突然就消下去了。吞了，闭眼睛了，闭眼睛了。你看那肚子旁边凹陷下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肚子旁边这里凹陷下去的，那个就是刚刚他体内的水分全部都排出来了。应该上也可以再吃一点点啦，我觉得啦。
有诶有诶，你看高高丽这个就是那么麻烦，你看，所以很不喜欢用高高丽就是这样子，既不好使用，营养又会让吃太多又会让挖胀气。他又排了，他又排尿了，他又排尿了。好，完成，完成。紧张哦，喷尿的话，紧张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，没有错。最后一个吞咽的动作，他会闭眼睛啊。待会估计这只应该也会喷尿了吧？因为我刚刚又找到一只很肥的，超肥耶！史丹利，晚上好。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莹莹说的没错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哈，哎，闭眼睛的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哈，可以跟我说啊，之后到虾皮下单就好了。小云你好，我的小孩们好爱看你喂蛙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来。我好久没有播那个蛙蛙的喂食秀了。我好像已经快完十一二，哎，好像快三个多月没有播喂食娃娃了。你更爱看蛙咬安哥，莹莹你也是。我们换下一只啊！这一只也是草莓，超大只的。等一下，我擦一下。我有用喂食秀的时候，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看这个直播。这一只也是草莓角蛙，我觉得它也很胖，好肥哦。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哎，对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我小孩问你，他有没有给他们取名字哦？哎，小云，我跟你讲一下哈，目前我在卖蛙的部分的话都没有，都是只有讲那个。学名而已呢，南美角蛙，一般我们都没有取名字比较多啊。这只也尿尿了，各位看一下，这只也尿尿了，这里有水，估计它待会又要喷尿了。哦，正一起看哦，这个叫草莓角蛙。对，因为我有好几百只蛙，但是通常
通常取蛙的名字好像都会以水果的名字为主吧。当然也有用一些那个叫怎么说，蔬菜，蔬菜为主。好，我们再找一颗饲料来试试看呢。哦，这一颗可以哦。哎呦靠呀！他刚刚要咬我的手了，各位，哎呦吓我一跳了！哎呦呀，他要咬我的手，各位。不要这样子啦，贪婪小铺宝，晚上好。这只蛙就很健康啊，各位，这只蛙就很健康，很生猛啊，有喜欢的人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，好不好？那再一次的，喂。待会他吞咽的时候会那个眼睛会闭一下。小兔宝你怎么越来 越漂亮了？会哦，但是通常蛙咬到硬的东西它会松口，还好它刚刚是咬到我的指甲，如果它咬到我的肉的话，各位我跟你讲，咬到我的肉就放不开了啦。微笑，你之前有养过，真的、哦？角蛙很可爱吧？买蛙送齿痕。哎呦，有，我感觉它要冲的感觉呢。吃海蟑螂也可以。身体鼓起来了。哦，不要咧，太害怕了。我先试试看他还要不要再吃啦，这个比较实际吧。大拿去啦。哎呦，吃掉了，吃掉了。我才没在笨咧，我刚待会手过去，他一定又咬我了。但是通常蛙，他会用舌头去粘黏啊，粘黏食物啊。这一只我觉得可以耶。这只还不错，好，等一下手指不见了，要看谁喂你吃饭。对呀，对呀，这只不错呢。微笑，你还有在养角蛙吗？贝蒂，我看到你了，欢迎你。吞咽了嘛？吞咽就闭眼睛了。好可爱哦。没有了。
这只不错哦，哎呦，身体鼓起来了。这只很有个性哦。哎呀！哦哟，滚过去他会吃哎，滚过去他会怎么吃？这边吃掉。这一只不是短吻没有错，它但是它是斜吻。哒哒。哦，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我在逗它，我刚被它咬诶，我的老天哇！各位，你看我这样子，把它用起来这样子没有光，它这样感觉起来就很有安全感。对，没错。如果待会我下播，我用那回放给各位看，它真的咬我，它刚刚真的咬我。来啦，回家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吃太多。要碰蛙哈，碰它的尾椎哈，不要像我刚刚碰那个嘴巴旁边，会被有的蛙以为那个是食物，就会去咬的。你有录影到哦，莹莹，你有录影到哦。他刚刚吃那个是那个饲料。那、no, 我们再换一只好不好？哦，这只也好大只哦。那我先擦一下，我先擦一下。离开你身躯。喷尿了，喷尿了，这一只也喷尿了。哦，这一只感觉也会吃哦。这个是角蛙，这只也很大只哦，超大只。但是跟我们家巴拉比起来，它这个还算小只哎。啊！哎呦啊！哎，会咬人的。欢迎杰哥，不要，待会我手又被咬。这只短吻的，莹莹，这只短吻的。哇！啊，这只短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莹莹，这只短吻的，凶哎、欸！
杰哥晚上好，呆宝我看到你了，呆宝。Hello, welcome. 饲养这个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呢，只有疗愈而已，没有什么好处，就疗愈而已。喷尿了，喷尿了，紧张压迫，紧张压迫，呜、欢迎奶茶，谢谢微笑的爱心。蚊子太小只，他们看不到。最大手掌心啊。很可爱吧？赖盈盈，我们看错赖盈盈呢，赖盈盈呢，我们看错。感谢你的玫瑰花，拿铁欢迎你哦。会叫声吗？不会呢，幼蛙不会叫啊。它应该是还可以再吃一颗啊。它没吞完了。想认识我赖盈盈，我怎么感觉到你好像很久没来了？它没吞了，它没吞。想认识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哈哈。跟我一样可爱哦，真的假的？哟呼！啊，在吞，你看各位，他还在吞食物。我也很认识。高兴认识安哥，我也很高兴认识赖盈盈。脚啊很好整理啊。待无看见。谢谢赖盈盈的手指爱心。哎呦，赖盈盈，你居然这么久没上来了呢？啊，他不吃了，他不吃了。Hi，Hello，Hello，Boss。
上来吧，回家了。哎呦，不错吧？哒哒哒，我们再换下一只。哎，这只好肥哟、哦，好肥哟、哦，能擦一下哎。赖莹莹，你的娃娃还好吗？赖莹莹，你的娃娃还好吗？可以跟小天使连线吗？我现在在喂食蛙宝，不能连线哦。冲康共玩，我现在在喂食蛙宝，不跟直播者 PK 的哦。谢谢你来告知哦，谢谢你。对，冬眠了。如果皮肤太干的话，要记得帮他补个水啊。哎呦，错死我，错死我，哎呦！哇哇！哇哇哇哇連下來連下來哇餓得要命，你看餓得要命，餓得要命呢。每天跟有相伴百看不厌哦，脚蛙真的超疗愈的。超强。超强！刚那个应该吞下去，我们再换这个大小的应该 OK 啊。哦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吞了吞了吞了。咬到会痛吗？不会痛，流血而已，不会痛。
哎呦，感谢感谢我四张兄，谢谢你的手捧爱心呐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我多看了这相片，这影片，你看，泡茶呢？哎，这个不是热水哈，各位不要开玩笑哈，这个是一般的，这个是一般的那个常温水而已、啊。谢谢四张兄的手捧爱心，多谢多谢阿兄，谢谢。哦，这只好可爱哦。这表情好笑、哦，估计应该吃饱了。夹起来啊，夹起来啊！其实有时候生活一些喂食蛙的那个什么影片啊照片啊，你可以慢慢记录它从小到大。而且手掌心，我去拿一只我的那个中角蛙给各位看。像这一只，哦，水走去，水走去啦。草莓马上跳走，公的比比，确实吓死了。
吓尿了，真的吓尿了。这一只就是那个莱姆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只身上，莱姆身上有发，有出现白色的亮纹，然后白色的亮纹，这个就是莱姆了，这个不是黄金角啊，这个就是莱姆啊，就是基因突变的一种啊，它不会像黄金角啊这么黄。两个给各位比较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怕死。吓尿了，刚草莓那只吓尿了。凶欸，他很凶欸，真的很凶欸。演员你好，还有皮卡丘，你是星星啊、哦。像这样子，他的脚没有支撑力，就是没有安全感哦。还有他的身体，你这样子挤压他，他就以为要被吃掉，所以他的身体就会鼓起来。这是我们家的那个龙眼。你看龙眼，我也是用这个小盒子饲养而已。拔啦！
巴拉勒，巴拉狼勒，巴拉蛙勒。讲到巴拉，我们家龙眼惊到。对，皱纹没错。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我要四只，我还有四只草莓要喂。先放去旁边。下面那只不会吃掉上面那只吗？原则上在睡觉的话应该是不会的，起床的话我就不知道了，起床就有可能了。体型差不多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差很多呢。李嘉欣，谢谢你的爱心。安哥，红包给妹妹，怎么给？谢谢冲刚的玫瑰花。哎，我夹子嘞？喂，在这里。实力不在。这只的眼睛好小哦。对，超不爽。咬到自己的小手手了。
哦，吃了东西之后眼睛有变大。叫阮的名，哈哈哈！看到吃的眼睛都变大了。欢迎老师。他吞第二口了吗？应该还没哦。第二口应该是还没吞吧。人之初，本单不写作业是好汉。瞬间以为你骂我脏话，有吗？谢谢老师的爱心。老师怎么来了？拿起菜刀跟他干。他可能还没吞第二口吧。我觉得这只身上颜色的那个粉金的颜色很深呢、等他一下，他可能还在吞咽，等他一下。哎呦，你看他在吞咽有没有？闭眼睛了。哎呦，脱皮了啦！哎呦，哎这一次也是短文的呢，这一次也是短文的耶，看一下侧面，短文的，短文的，哎，要吃第一口之后就不吃了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刚刚有看到他有吃的话，有没有？你的蛙有吃，这里他没有吃的话，就不要强迫喂食了哈。因为毕竟冬天的那个消化系统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就不要强迫喂食了。很认真，很有心，很有爱的笑。噔噔噔噔，进来吧。我们还有三只蛙要喂。饲料，这只好像马吉哦，
哦，咬一半了。柚子已经不会再醒了啦，柚子已经不会醒了。爷爷，你要当天使啊！可爱吧？我说柚子去当天使了。哦，那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，因为我在念你的名字，我在回复你的话，所以我先叫你的名字。应该不会有人误会啊，因为所有人都听得懂，应该是只有你不知道而已吧。最后两只了，这次的草莓好像都蛮好喂食的。他会吃啊，这只你幼时要用我的手去让他咬哦，喂。脚在跳舞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没注意看呢。请问甲蛙适合吃哪种蟋蟀？黑蟋蟀、白蟋蟀都可以，只要你的蛙宝喜欢吃的口味都可以啊。
怕死人哦，上光的那粒星已经睡醒了啦。不客气哦，差不多要三个娃娃没有喂食娃娃秀了。你无困，你无困。哇，练落来。他做烦恼会议，你都无看诶，娃娃咬我的手。应该是你们最想看到的结果吧。他应该还没吞呢。饲料，饲料这个是高垢力的，这个不好用。这种饲料不好用。在没空，啊，他有吃就好了。所以每一年我在要准备出发前，我自己再咬一次，对，再咬一次。我也承诺答应妈祖，我每年会出发，这个是我跟妈祖的一个约定。我很喜欢吃甜食，所以说家里的甜食。哎、欸，他不会咬我嘞。KAI 粉真的很不错。哎、欸，那个量要控制好。我之前用他的东西，让我的蛙投胎两只，我就放弃了。他那个量要控制好了。我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也是买他的，后面我让我死了两只蛙，我就放弃。那饲料我都送给人家了。海丰的现在已经适合刚上岸的幼蛙，适合刚上岸的幼蛙。第三个，对，我有一只很蓝很蓝的那一只蒂芬尼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。非常蓝非常蓝的蒂芬尼挂掉了，他吃了他的饲料之后全部都吐出来，之后隔天就直接投胎了。应该是我 量用的问题啊。最后一只啊，各位，刚喂了十几只，现在最后一只了、啊。小鹿，这个是小鹿吗？欢迎你。不会咬啊，各位，这个脚啊不会咬人，有没有？网路上传说，网路说这个角蛙会咬人，应该不是真的啦。啊！还好我有指甲嘞，这只肚子饿了，那个被吓到的那个感觉，被咬才比较刺激啊。滚动法，用滚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滚过去，它自己就吃了。滚动法。让龙眼，你确定？你要确呢？你要确定龙眼呢？是龙眼吗？你确定我的手给龙眼咬，
我的手还在吗？那确定呢？要确定呢，龙眼是在这里耶，哎，忙啊嘞呢，哎，这不是在开玩笑哎，哎，转过来，啊，惊死，你看，草莓水惊死，绕跑啊，要马上绕跑。要去呢，这个手过去应该直接不见了吧？怎么这么大只哦？饲养的啊。我的蝴蝶脚蛙好像还没有喂食呢。我的蝴蝶脚蛙好像还没喂死了。黄阿慧还在吗？我看一下。甜心姐姐欢迎你，小矮人小璇欢迎你。黄阿慧，你的绿中脚来了，绿中脚。青蛙也常咬你哦。那个蘑菇，你的手还在吗？我的手还在啊。哦，蝴蝶脚啊，蝴蝶脚啊。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差异吗？你的手指还在哦，蘑菇，你的手指还在哦。可莉进来了，我去拿一下哇。你们别照呢，到时候被把它吃掉。哇！红的，因为我旁边有放那个啦，放那个暖炉啦，所以你看到是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遮起来就不见了。起效啦！都在录节目，没空保养哦。我去拿一下。哎呦，呱呱 ，AK 好久不见了，蝴蝶脚啊，可爱吗？我先整理一下给各位看好了。我先去弄一下给各位看。
可爱吗？哎呦哎呦，你不要乱跳，别乱跳，别乱跳。谢谢蘑菇的玫瑰花。对，麦芽糖说的没错，跳下去直接掰了。哎呦，会吃哎，哎，你也吃到太大口了。哦，夹起来。各位，这个就是蝴蝶脚啊。因为它后面有一个蝶纹，有没有看到？后面有一个蝶纹，很像蝴蝶。好像还没有看过短纹的呢。对，大蛙有机会吃小蛙，没错。抖音碎片，谢谢你，呱呱呱 ，AK 欢迎你，应该是吧？像这种小蛙哦。他有吃饲料，吃一半没关系，不要再喂食了，不然会过度喂太多会菜汁啊，直接投胎了。可爱小白，谢谢你。超可爱，你看。比我的大拇指还小啊，喂太多会撑死啊。对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的玫瑰花。天气太冷，蛙也不会吃。每天，我们的会员每天只需工作15分钟，设置好他们的交易参数，享受账户中的稳定收入，只需15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咬掉了，咬掉了。是100%安全，你的财务成功是有保证的，只需要1.5分钟就可以。这一批的那个蝴蝶脚啊，还蛮好照顾的呢。哎，可莉，你要不要一只蝴蝶脚啊？黄大会的我已经有帮他留了。可莉，你要不要来一只蝴蝶脚啊？听说吃你们家的羊肉比较高多啊呢。
可以哦，我到时候带下去给你。这个颜色好看啊，我再给你看一次。这个颜色好看啊。黄兰慧应该睡去了吧？你要跳去哪里？你要跳去哪里？我去拿其他只的那个蝴蝶脚啊。哎呦呀，不用呢，一点点，小小的饲养盒就可以喽。这只有点胖的感觉。其实原则上喂食的话，还是让先把蛙的身体用干净比较好一点，比较不会吃到这个水胎啊。哎，是不是错给我 ？Hello, welcome。哦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吃掉了，吃掉了。而且我发现到有一种食物也还不错，像我的朋友他就去买那个冷冻的那个叫什么啊，他要把食物吐出来了，你看他要全部把它吐出来了，所以这只蛙他不喜欢这个饲料的味道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的蛙他会吃，有的人蛙他不会吃同样的东西，其实蛙也会挑食。你不要开玩笑，我错一条，他直接跳下去，他直接跳下去，他直接跳下去，不想活了，他直接跳下去。要变中餐了。大家最喜欢的现在的主，像他这一只就不能勉强，他又要跳了。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复古的北欧风格，让我们像这一只就不能再喂同样的饲料了，就要换了。最后一只蝴蝶，我们把它喂一下就好了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记得哦，你的蛙如果有吃又吐出来，
并不是什么生病或什么之类的，有可能饵料它不习惯，或者是你的食物太硬了。反正总之哦，总说一句话就是挑食啦。这只蛮可爱的，蘑菇，谢谢你的爱心，我看到了。魏时秀，冬天安哥没有经常播，好不好？冬天没有经常播，谢谢可爱的那个可爱小白的那个玫瑰花，春夏才会比较常播。哇，这么大只，比蛙还大只。感谢你啊，谢谢。我跳走了。有时候刚挖那个蛙，你放下来之后啊，就是放下来的那一刻，也不要急着像我这样子喂食蛙，你要先等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环境不同，它现在会紧张压迫。像这样子的蛙会紧张压迫，它就不一定会开口。他会想要跳走，有没有看到？就会想要跳走。所以喂食蛙蛙要有耐性，他跟你熟悉之后，就你就比较好抓诀窍了。但是生食的话，像生食的肉啊，几乎都会吃啊。那我的朋友是比较。干脆就去买那个冷冻的那个泥鳅，你知道吗？各位知道泥鳅是什么吗？好溜，你知道不？好溜，你刚听啊呜。冷冻泥鳅回来冷冻之后，要喂食之前解冻啊，因为泥鳅会很大只嘛，你再用那个刀子还是剪刀把它剪一块一块的，再喂食你的蛙宝就好了。我现在这个动作就是在磨它的那个下颚跟牙齿的部分。有没有？有的蛙会吃，有的蛙不会吃，这个就是啊，他没有要吃，我们就不要勉强了。啊，又跳走了，你看。胆子太大了，直接跳在那边，无敌啦！只能跟他讲无敌啊，给他100分好不好？臭尿啊，在我身上喷尿了，在我手上了，不是身上了。好啦 ，OK 啦，今天的喂食秀就在这里结束。如果各位有喜欢我的蛙宝的朋友可以到我的虾皮逛一下。那我整理一下，待会我就要个人直播了。OK， 各位，我要下线了，我整理一下之后，待会是个人直播哦。谢谢各位今天看我的那个喂食蛙蛙的直播秀，谢谢各位。
拜拜咯，各位拜拜。